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道总老师，叫我 George。现在我在桃园机场，接下来我要去越南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没有钱。有人说，George一直去旅行，有钱人那这样子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钱啊，因为那个visa 的问题，有 visa 的问题，所以我三个月内一次要出国，对，但是回日本的话比较贵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近，从台湾比较近的地方比较好。这次最便宜的越南真的便宜，饭店也很便宜，蛮便宜。大家在越南见我，好不好？我到了。越南，何其明，我到了，很热，我决定了，因为这次的旅行，我真的没有钱，所以，大概到饭店。十公里吗？10km，大概两个小时吧。可以，因为很年轻了呀，你们看，很年轻的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大概花一个小时一半，还有一半，很远呢，真的假的？终于到饭店了，谢谢。
差不多三个小时一起走路走路。超级累。死了，新疆猛，太累。那么接下来，到这边练习，然后今天破一下，所以休息一下，可以吗？那 OK， 今天这边结束喽。谢谢你们看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追踪我的频道，然后我的 IG 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